我是露露，爱点外冰冻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家己太保。王阿姐你好，露露，熬早啊！今嘛才早起七点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早顿店提早顿，爸爸已经打电话先注文，嘛立钱啊，我只要走过去提就好啊。而且，阮等下就要出门，要去故宫南院哦。哇，露露真勇敢呢，这细汉就甲一个人去买物件哦。哎，等下，你拄只敢是讲你要去故宫南院？妈妈讲。应该阮去台北故宫，今仔日因休困，所以就决定去故宫南院细细看看咧。露露，敢知影故宫南院伫家己的倒位咧？敢毋是咧家己？我嘛毋知家己伫倒。家己伫台湾的南部，一边挖山，一边挖海，较早互人叫做祖罗山。后来有人伫家己用木沙砌城。祖罗山就变做祖罗城，正做台湾头一个建城的城市。啊，那拄则讲的故宫南院呀，是伫嘉义县太保市哦。太保，遮的人敢是拢食伤济，腹肚太饱。哦，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哦，小朋友，甲露露做伙要看卖，是安怎迄个所在叫做太保嘞？敢是食伤饱一直拍下？也是有另外意思嘞，露露，我拄好嘛要去食早顿，咱哪行？我哪甲你讲太保市地名的故事，行。王德禄、二碧瑶、何玉芳，伫朱罗关出世。等下等下，王阿姐，什么香比丘、白玉山、朱罗基公园？不是啦，我讲的是一个名叫做王德禄的人。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碧瑶甲玉芳，伊出世的所在伫朱罗关。哦对对对，拄仔王阿姐有讲过，家己古地名叫做朱罗，毋是朱罗基公园。露露记得真好哦，这个王德禄出世无外久，爸母就过身啦，是因阿兄甲因阿嫂甲请养大汉的，所以伊真尊敬伊的阿兄甲阿嫂哦。弟弟。我甲恁阿嫂决定要开一间武馆，教人武术。你嘛做伙来上课啊？学成了后，会当去军队做军人，保护国家。是阿兄阿嫂，多谢恁给我学习的机会，我会认真学诶。王德禄就伫武馆学艺。伊15岁时阵，国家因为战争需要真济军人，王德禄因为有好武艺，就安尼加入军队。弟弟，阮支持你的决定。你去军队要好好为国家效力。弟弟，我看你的鞋子都破去了，昨天刚替你添两双鞋子，你上战场就有鞋子通穿啊。哇，多谢阿兄，多谢阿嫂。阿嫂给他的那两双鞋子，王德禄穿一双，另外一双不敢穿，就绑在腰顶头，就这样走去抽兵的所在。那个抽兵的军官看到他，你就是你汉草家伙，把名报给我。大人，我是王德禄。这次战争你来掌旗，你拿旗啊，一定要打进前，千万不能退后，因为上战场，大家都看旗啊在走。若是你惊退后啊，整个军队的士气就会受打击。大人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。无多久了后，军队出发了。但是这场战争无好拍。哎呦，咱这要挡袂掉啊啦！我看咱紧来走好啊啦。那是大家知影，咱清朝军队战输啊。个管家济哦，紧退啦，保命较要紧啊。大家才拄上战场，着战输啊！逃命要紧啊！我的鞋仔咧，我绑伫腰的鞋仔，放弃啊！袂使，
迄是阿嫂亲像天的，就敢若我的护身符，哪会使直接放弃？我要倒去找。王德禄回头走倒去找伊的鞋啊，本来要抽提士兵，伫战场看到。你看啊，咱的弟啊，哪会去冲倒倒去啊？哈！敢讲是咱的救兵到啊！安尼足好个呢，咱有机会啊啦！兄弟，紧看，咱的旗啊伫天顶咧飞，咱的救兵来啊！冲啊！大家紧冲啊！本来要退后的士兵，就是救兵赶到位啊，因一路对王德禄的旗啊冲上去。敌人看到这士兵冲上来，真正就是因的救兵来啊！惊甲甲倒弹嘞，倒的倒，导航的导航，王德禄嘞，伊找到阿嫂的鞋啊了后，回头一看，发现大家拢对伊冲上来啊！战争就安尼拍赢。当去到皇帝面头前，王德禄有功劳，得到赏赐，搁升官。不过王德禄唔那是运气好。其实已经真够少见哦。有一年海贼在海上作乱，最近海上有影是真无平静。听讲有一个叫做蔡坎的海贼，真好打，在海上欢喜爸爸。渔船、家厂、赶船，伊嘛无咧惊。恁家的人拢来替朕想看卖，要安怎对付蔡坎？皇上，哪会无要用王德禄呢？王德禄，伊自细汉就学武，身手嘛真好，而且伊伫台湾海边啊大汉，了解海上的状况，就是伊啊！来人啊，传王德禄！就安尼，王德禄奉皇上的命令，带兵去掠蔡坎。蔡坎果然厉害，王德禄开真侪年才甲打败。最后那场大决战，王德禄的船被炮弹打到，他要是下令用家己的船对蔡坎的船弄过去，弄一个蔡坎落落去海底，未当阁作乱。王德禄总算完成皇上的任务。王德禄打土匪、打海贼，不断立功，最后予皇帝封太子太保的官位。这个太保嘛是今仔日嘉义的太保这个地号名的由来哦。哇，王德禄对陆地拍去海上，有影是真牛。是啊，王德禄嘛是清朝时期官位上悬的台湾人哦，所以伊死了后的墓地特别大，墓边啊有石狮、石虎、石龙、石羊围嘞，予人列做第一级的古迹，是台湾上大的墓园古迹。嘛是太保出名的观光景点哦，乐乐，恁若是有闲，买当去看卖嘞哦。王德禄，好，我会改这个名字嘞，因为太保不是食烧肉、食太饱的太保，是王德禄官做了好，皇帝赐予伊太保的官。乐乐完全正确。耶，王阿叔，太保感觉有啥物好耍诶？太保是农业为主的城镇。有一挂农场、观光工厂，会当去看卖嘞哦。故宫内面嘛有专工设计予小朋友的展览，开一挂时间好好啊说，一定卖学到真济物件哦。耶，多谢王阿叔。小朋友，若是你嘛有去家己太保佚佗，欢迎你写批加相片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小行星，这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十集，你就通看到更多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多资讯。妈妈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